咱的迄个台湾英雄吼，陈自在先生，伫1970年四月二十的时候，参与姐夫，姐夫嘛使。我姑啊，好参与姑啊，参与姑啊吼，叫黄文雄、黄文雄、黄文雄两个人，押请去甲蒋经国暗杀，哦，但不幸哎，事迹吼来做了无成功吼。哦啊，伊认定担保嘛吼，啊，无其他的后援安尼吼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足重要，刺杀蒋经国这个代志吼，刺杀蒋经国这个代志足重要，甲全世界的人讲，讲阮本土台湾人不爱护蒋介石集团，不爱护中华民国统治，所以这件代志会使讲对台湾来讲是天大地大的代志。这件代志发生的时候，我正在台湾大学。研究所，你读研究所安尼，啊，阮大家拢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这就是一个革命的行动，所以革命的英雄伫这个所在，要来大家现身说法，大家甲鼓掌一下，安尼，来，起立，咱起来，大家敬一下，敬礼，请坐，那时间就交予咱的戴先生安尼吼，啊，谢谢。Hello， 各位，这个第49届的这个民政府的学员，大家好早，我叫郭在马斯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啊，三国的语言哈，啊，都多啊，大家都多过年哈，啊，大家应该是真欢喜哦。啊，过年看呢，哦，唔捌看安尼坐到满满嘞吼，百几个哎呦，真无简单哈，真无简单。啊，感谢这个蔡总理的介绍哈，啊，我是姓郑哈，郑自在哈，是七。江岸的地主宅哈，啊，唔是分身啦哈，啊，本人来哈，啊，我是清代建筑系毕业的哈，啊，了呢，伫迄个1960年代，过去美国留学哈，啊，因为伫美国留学，摕到硕士的这个学位，啊，了就开始做工课哈，啊，家里。台湾独立运动伫美国啊，刷了怎去计划这个刺蒋的事件哈？啊，刺蒋无成功哈，唔是枪法歹啦哈，枪法足准的，因为我出国以前是海陆啊哈，哦，我枪法真准哈，但是叫警察弄掉哈，啊，所以我们娘这条枪支哈，说怕伤悬哩哈。差蒋经国的头壳差不多差20公分尔吼，啊无掉安尼吼，啊我们娘拍了呢，叫警察呢给取了头壳，所以无机会拍第二门啦呢吼，啊了后我两个就和这个美国这个法院起诉，啊起诉了和判罪哈，讲有罪安尼哈，啊被判过以前啊，我两个拢流酸啦哈。早离开美国安尼哈，啊，结果黄文雄美国找无到，唔知走去倒哈，伊真厉害哈，从啊秘起哦，秘将近30年啊，找无人哈。啊，我是走去水电，走去北澳的水电哈，啊，伫水电了，我申请一个政治庇护，三个月后就落来呢，政治庇护哈。结果呢？啊，美国呢向水电政府提出引渡的要求，哈、哦、啊，因为引渡啊，所以水电政府呢，哎，佮将我扣起来呢，吼、哦，加一个扣押就对了，哈、哦，啊，了后就开始引渡的这个法律程序，哈、哦，经过将近伫水电3个月，哈、哦。
啊，了后过去英国，哈、啊、那走英国呢？因为我伫瑞典的这个印度官司吼，拍输，吼、哦，三个大法官内底吼投票，两票对一票，讲这会使印度。啊，其实呢，印度条约讲啊真清楚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这个人若干涉到政治事件，都袂使印度。啊，是干涉到的政治事件嘛，袂使印度吼。啊，你一个普通的人去刺杀一个所谓国家的元首，啊，这政治事件，那不是政治事件。啊，结果法律就安尼判吼。啊，所以我伫瑞典的感觉内底呢，我就绝食抗议吼。啊，差不多一礼拜话无食无啉吼，啊，结果嘛送去飞机顶，啊，结果我伫飞机顶就昏去啊吼，啊，所以飞机唔敢飞，降落去丹麦吼，啊，等丹麦了呢，这个美国警察呢，哇，赶紧去找我有航空公司要飞啊无，结果找到一间公司吼。讲好啊，我甲你飞吼，但是要飞去伦敦啦，应该是飞美国，甲飞伦敦吼。啊，所以我无代无志，就飞来伦敦去吼。啊，伦敦了呢，伦敦的移民局吼，啊，就甲讲，啊，你知影你即摆人伫倒无？我唔知呢。伊讲这是英国伦敦吼。啊，你入来伦敦，英国的这个国家。无任何证件吼，就是非法入境这个英国安尼吼，所以阮要将你扣留，啊，袂使继续飞去美国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所以英国向美国要求讲，啊，你若要定定住在这个人吼，你来个一摆向英国提出印度的要求吼。啊，所以我第二摆印度吼，但英国要等于美国哦，伫英国的官司拍到要九个月吼，啊，结果呢，五个大法官，我等电话呢拍去啊，英国的最高法呢，佮拍到英国的上院吼，上悬啊，不过较悬啊，啊，五个大法官投票结果呢，三票对两票，还佮输一票嘞吼。啊，所以无到许印度等于美国吼，啊，到尾伫美国的地方法院会判五年哈。啊，美国是安尼吼，你若刑期五年，啊，你关三分之一，你就会当加刑哈。所以我伫美国许关一年十个月哈，啊，了就加刑，啊，加刑了呢，啊，我就等于水电哈。所以，但瑞典佫开始一个新的这个生活呢，哈。啊，这是简单这个气球故事啦，哈。今仔实在是无准备要讲哈。啊，我是成大建筑系哈，啊，我有一个学长哈，电机系哈，加我差不多两年，姓张哈。张继娇啦，吼，啊，伊个英文名叫做 Andy， 啊，伊嘛是去美国留学，吼，伊电机个，吼，啊，摕着博士，啊，了，伫美国接头咯，啊，退休了呢，我已经关心台湾，啊，所以，逐期吼，大概一礼拜写一篇这个通讯，吼，用日文写，吼。啊，甲寄去日本，啊，伫日本出版安尼吼。啊，伊即卖呢，将伊写这物件吼，伊有制作一本册吼，叫做《台湾河的航向》啦吼。啊，这本册伊虽然是日文写吼，有翻作汉文，啊，所以日文甲汉文对照安尼吼。啊，伊是讲要关乎民政府吼，四十本安尼吼。啊，各位若有注意哈，会使摕来看，伊关心台湾的这个各种政治方面的问题啦哈。啊，同时也当学习日文哈，日文甲这汉文对照呢，一本一只卖200块啦哈。啊，卖钱呢，怎啊关乎这个民政府哈？啊，我本来是这个学建筑的哈。
啊，我回来台湾了，我是1991年回来。啊，1991年回来吼，迄阵啊，佫黑名单吼，差不多黑名单会买花啊啦吼。啊，黑名单是黑名单，我迄阵是有摕到水电的护照，啊，所以我拼到东京去请签证，吼。签证阁有好啊呢，因为伊唔知我会送啦吼，因为护照是写迄个 A、B、C 的啊吼，啊所以申请书内底啊我都无写地主宅吼，我就来甲翻做姓地吼，唔是姓丁吼，啊所以唔知我送吼，啊甲问讲，你有机票无？我讲无咧，伊讲你买机票来吼，我签证随好你安尼吼。哦，我欢喜一个讲，哇，买机票简单啊！啊，所以赶紧买一个机票吼、哦。哇，签证了，我登来 passport 呢吼、哦。哇，真欢喜！哇，都拄到日本的过年啊、哦！日本过年含台湾，你过台湾年相共，哇，足闹热的吼、哦。啊，我伫澳洲吼、哦，差不多20多年吼，唔、哦、捌去亚洲，啊，看到遐真闹热吼。是讲吼，啊无加佚佗两工啊吼，啊结果呢，我请签证这个消息呢，我传到了台北啊吼，所以因就伫台北桃园咧等我吼，啊所以我飞机飞到桃园吼，哇看到安尼，这个台湾的树木吼，伫澳洲毋捌看，迄、那个树啊遐大。大树，你看金蕉树啦吼，啥物面包树迄个树啊吼，澳洲无这款物件吼，我看真欢喜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到机场了就甲冻掉咧，无爱我入去啊。伊讲歹势呢，你这签证是行政疏忽吼，爱甲你错唔对个呢。我讲错唔对，恁倒个代志啊。我这 passport 都是真个，也毋是假个呢吼。啊！你签证嘛真诶，你转好啊？那这行政事务，我都要转来呢。伊讲未使，未使转来，我甲转来外口，转来要3-4点钟吼、哦。啊了呢？哇！5-6个少年呢吼，我、哦、穿迄个皮诶夹克吼，我都甲围起来呢，都要甲送转来即个东京就对了。好、哦，我也卖带武几波吼，武输伊咧吼。伊都要规身躯甲举起来，吼，离开地面吼，甲举起来，哇！就是走去飞机内底吼，日本航空的飞机，原机佫甲送到个东京，吼，我都非常受气啊嘞吼。啊，即阮兜呢，即阮的故乡呢吼，啊，直接出事的吼，啊，我户口嘛伫遮，啊，那袂当转来，吼。啊、所以我就决心讲，安尼我要用我家己的办法，我搬上啊转来，吼、哦！你讲恁家，啊你袂去夜宿时咧，吼、哦！啊无得等大门入去咧，啊你总会当搬上啊转来啊，吼、哦！啊所以我就6个月后，伫1991年，啊我就真正搬上啊转来啊，我等上山机场，都礼拜啊，唔是上山啊，桃园啊，通机场我都礼拜哈。礼拜我无代志咧，哇，足顺咧哈。啊，结果呢，我摕一本中华民国的 passport 呢，唔是我的，是别人的啦哈。啊，但是哈，要摕这本 passport 无简单，要找足久的哈。我去洛杉矶去找哈，找一个。和我差不多体型吼，啊面型啊相同，年龄啊相同吼，啊佮伊一本 passport 都要借你，那唔借你也无多啊吼，啊所以 passport 要借你，所以我就顺顺礼拜吼，啊所以礼拜了后呢，我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我讲我回来了吼，啊你要甲安怎吼？我是讲啊，这个故乡是我的管理咧，吼，无代志咧，吼。结果吼，伊佫出一个招吼，伊用迄个国安法讲我偷渡入境啊咧，吼。那像迄个中国的迄个偷渡客啊咧，吼，应该是偷渡犯啦，吼，毋是客啦，吼。啊，佮起诉咧，吼。我是讲这起诉应该袂要紧咧，吼。过去只个
但海外回来黑名单这些人齁，拢判五个月、六个月，一颗罚金，无代志齁，钱罚罚嘞。偏偏甲我呢判一年，哇！我想判一年可能唔是真诶吧？哇！佮结果我杀一关呢齁，结果判一年，我伫台湾齁，互伊关三个监狱啦，开始甲掠去掠去台北土城，土城就是阿扁啊，什么关迄个所在齁。啊，土城呢，我是判一年齁。啊，结果呢，含一个重刑犯杀人的关做伙齁。好，我来甲抗议齁。我讲啊，你狱政会晓办啊，袂晓办齁？重刑犯甲轻刑犯来分开啊，那男男做伙齁。我讲哎。你爱一间房间好啊，吼！我无要让其他人关做伙安尼吼。伊讲袂算嘞，阮都无房间啊，无空间嘞，吼！我不管啊，你都一间房间好啊，就对啊，吼！啊，所以无偌久呢，就来甲讲，有来有一间房间你要去无？伫高雄燕巢啦，啊，我就啊，啊都。互你关失去自由吼，我关伫台北，关伫高雄相共啊。讲好啊，我来高雄燕巢吼，所以甲甩高雄燕巢。啊，伫高雄燕巢，我听讲，台湾有所谓的外衣间、外衣间，什么叫做外衣间呢？就是间间拢无围墙的吼，啊，暗时你的房间都无甲你锁的，那叫做外衣间吼。啊，外衣间可。阿哥也算周休二日哈，拜六礼拜给你放出去哈，啊你拜一卡登来报道安尼哈，我这外衣间未歹哦哈，啊我来个请呢哈，啊你个主管啊，你的案件可能未准呐哈，你的台奖金高那会准哈，啊我无要紧啊，请来有准就准，未准就算了嘞哈，结果有准嘞哈。啊，结果我阿帅在呢，台南山上乡有一个外衣间，所以台湾有三间外衣间吼，一间伫台南关山上乡，一间伫花莲的这个自强外衣间，啊，佮一间伫那时候伫中部山顶是武陵迄边吼，半夜外衣间啊，外衣间袂歹哈。周休二日以外，吼，啊，这个外间的店啊店吼，伊了解我的情形，吼，伊讲啊，这个不是犯什么罪嘞，吼，啊，所以普通外间的犯人呢，啊，拢分组，一组一组，吼，啊，你扫涂骹的组，啊，你种菜的组，啊，你饲猪的组，吼，啊，你饲鸭的组，啊，一组组分，吼。啊！这店啊，店啊，讲吼，我甲你分去扫涂骹的租吼，但是你唔免做工课，啊，你的工课就是画图安尼吼。所以我暂时放风吹，就是去因古早一间鸭寮啊，吼，咧饲鸭寮啊，伫内底画图啦吼。啊，下晡时放风吹，一日两摆放风吼，嘛是画图安尼吼。啊，所以。我伫外间也关差不多将近九个月吼，哇，佮画袂少图呢吼，画三四十幅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出家的时吼，就伫伊工厂的门下口，我就佮办一个油画展览嘛呢吼，哎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伫台湾吼，大概的经营啦吼，啊，所以我回来了建筑设计吼。做一站，吼、哦，大家知影这个228，这个伫台北市这个纪念碑，吼、哦，伫青年，即马叫做228公园，吼、哦，一、那个纪念碑，啊，就是我甲我一个同学，吼、哦，王俊良先生设计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行政院的案件300件内底，吼、哦，阮摕到第一名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阿个伫遐吼，要袂倒吼，阿个徛伫遐呢吼。啊，因为设计我即马无做啊吼，我即马就去画油画啦吼，我变做一个专业的画家吼。
啊，各位唔知道有水无吼？伫楼骹咧食饭的时阵吼，大家唔好过食饭咧吼。壁顶悬吼，有吊两百度啦吼。两百油的啊，就是我画的吼。一包是画迄个碧潭，台北碧潭，啊，有一包是画迄个新店迄个台车吼，台车站安尼吼。有两百油的，大家吼，该欣赏一下吼。啊，那有要买的人会使买吼，啊，这费用要捐予民政府安尼吼。啊，我的故事安尼直直讲的吼，足济啦吼，都讲袂煞吼。啊，但是今仔日呢，主要是要讲吼，我前礼拜吼，我请一个林医师，叫做林玛丽吼，医师。啊，甲伊先生来阮家食饭哈。各位，啥物人捌听到林玛丽医师无？哦，网络拢有哈。伊就是研究迄个 DNA 哈，用迄个花抽你的花啊，研究 DNA 啊，来了解人类哈，这个族群的起源是从哪里来的哈。啊，伊的结论呢，就是讲。台湾人的 DNA 甲中国人的 DNA 无同哈，啊，所以咱唔是中国北方的汉人的后代，伊讲咱呢是中国南方百越哈百越的这个后代，所以台湾人伫血统讲起来哈，血统讲起来。唔是中国人的血统，吼、哦，咱的血，咱身躯流的血，和中国人流的血无同，啊，所以中国人咧安讲吼，血浓于水，吼、哦，迄拢无影，吼、哦，啊，事实上科学证明咱是无同，哈、哦，无同人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如果知咱的血和中国人无同，啊，咱的国籍到底是安怎，吼、哦，那有人问我，啊！你是倒一个人安尼吼？哇！咱来上几波，才会当回答呢吼。咱讲咱台湾人，哎，唔是咧，那么台湾人嘛，中国人呢吼。啊，话讲咱是中国人，哈、哦。喜欢的口头禅，那个我们中国人哦，哇，听到真艰苦哈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？可是唔是，咱就是台湾人无唔对，但是咱到目前呢，啊，无国籍啦吼。啊，咱知影古早时代吼，17世纪、18世纪，啊，这个清朝啊，啊，这个从台湾变成到殖民地吼，啊，伫这个1895年。日本甲清朝的战争，哈、哦，叫做日清战争。啊，这个清朝战输日本，啊，战输日本，咱知影吼、哦，战争若要结束，啊，就是要一个和平条约。啊，所以日本呢，甲清国，哈、哦，清朝、清国签一个合约。哦，中国这边叫做《马关条约》，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哈、哦。在1895年签的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条约呢，将台湾甲澎湖的这个充分主权啊，甲挂乎日本。啊，所以从1895年开始呢，台湾变成做日本的领土哈。哦啊！日本接到台湾的领土了呢，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两年的时间来决定讲：啊，你是要做日本人，还是不爱做日本人？哈、哦！啊，你若不爱做日本人，你会将你的财产啊变卖啊搬离开台湾。啊，你若继续住伫台湾，你就把你看作是日本人安尼哈。哦啊，所以从1895年开始，啊，是台湾的本土台湾人，都变成做日本人，哈、哦。
啊，经过一段时间吼，咱知影早期台湾的这个历史，有这个武装对抗日本的占领哈，武装对抗吼，啊，当然袂赢啦吼，因为日本是正规的这个军队哈。啊，咱唔是咧，咱武装起义呢，是德国到菜刀咧吼，拼命赢的吼。啊，咱知影最近一两年前，这个《赛德克》这部电影，啊，就是咧讲这个武装起义吼，武侠事件啦吼。啊，看了赛事真感动吼，啊嘛是真悲伤就对了吼。可是早期的高山族吼，因那个精神真无简单吼，有迄个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呢，吼，我拍输呢，我七八，吼，哦，无简单嘞，吼，你啊，目洞啊堵下来吼，我家己堵个堵下来，七八呢，我真无简单吼，规族的人拢差不多自杀啦呢吼，真无简单吼，啊，所以。在1930年了后，就人民讲武装对抗的袂赢，啊，就变成做社会运动，啊，来对抗日本哈，啊，来提醒哈，啊，台湾人的这个知识水准，啊，所以1930年代呢，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，啊，就是文化协会呢，伫全台湾呢，啊，四处演讲哈。啊，让台湾人了解，啊，提升台湾人的意识。这个社会运动吼，一直到这个1941年呀，有一个太平洋战争，吼，哦，咱知影就是讲日本吼，哦，发动战争，啊，轰炸珍珠港，夏威夷边的珍珠港吼，啊，所以美国向日本宣战。啊，所以太平洋战争就开始爆发了，吼，哦！啊，迄当时呢，台湾嘛，依然是日本的领土，哦，啊，但是真侪在少年呢，拢较无了解，哈，哦，因为教科书也无要甲你讲，哈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唔知影太平洋战争到底是安怎，哈，哦。啊，我问一个少年呢，哈，哦，我大学毕业的呢，哈，哦，问讲太平洋战争。啊，台湾是有参加太平洋战争无？伊讲不知道嘞，哦，没有读过嘞，哈，哦。啊，我讲哎，啊，太平洋战争啊，台湾是怕赢怕输，哎，不知道嘞，哦，伊拢唔知影嘞，哈，哦。台湾是怕输，因为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啊，所以台湾嘛是输啊，哈，哦，啊，所以伫这个战争了后，哈，哦。1945年，因为两粒原子弹，弹在日本的这个长崎哈、长崎啊，直接在希罗西嘛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原子弹太厉害哈、哦，经过多次弄烧掉哈、哦，啊人啊烧死哈、哦，所以日本无法度接受无条件投降哈。哦啊，所以1945年，这个民军的这个总司令麦卡萨，啊，就第一个命令，哈、哦，命令蒋介石将军，也就是 Generalissimo 蒋介石个，哈、哦，来接受台湾日本兵的投降，哦，这是1945年10月25日，啊，结果呢？啊，蒋介石呢，从这个历史呢，佮扭曲做，伊是降服台湾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无影，伊唔是降服台湾，伊是代表民军来接受日本兵伫台湾日本兵的投降，哈、哦，日本哩叫做降服，诶，这个典礼，哈、哦，伫这个台北工会中，哈、哦，雇用这个仪式。伊这个讲话堂，即卖还阁一个照一个相片吼，真清楚，有四支旗啊，吼、哦，英国、美国、苏联，吼、哦，还阁一国，那时候是打法国的一国吼、哦，有四国旗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唔是
要顾台湾，是接受日本的降服吼。啊，所以在1945年开始，台湾被国民党军占领吼，这是1945年。啊，在这个中间呢，哇，都发生了呢。日本战败了呢，啊，国民党军当然真欢喜啊，就讲战胜打赢呢吼。啊，结果呢，伫大陆遮个日本兵的武器啊，大部分呢拢是中国共产党接收去吼。啊，因为共产党有遮武器，啊，所以就开始打国民党。啊，所以伫1945年开始呢，打到1949年呢，啊，国民党节节败退吼，直直退，直直退，打输啊。一直到1949年，国民党完全败啊！吼，都还走路啊！共产党拍赢啊！吼，啊，所以咱知1949年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吼，啊，中华民国就走路啊，啊，走来台北，哈，啊，所以就是讲1949年的国民党是流亡来台北。哦，啊，所以国民党有两层的性格，第一就是占领，哈、哦，1945年占领台湾，1949年呢，伊是流亡来台湾。啊，流亡来台湾了后呢，哇，伊就从台湾，因为流亡来吼、哦，军队归来，吼、哦，伊军功搞归来，哈、哦。迄当时台湾的人口可能差不多400-500万尔吼，伊带100-200万的人来啊，啊，所以对台湾的经济呢，迄个冲击非常大，吼，啊，所以有所谓的1元换4万元的这代志发生吼，所以一夜之间呢，所有的台湾人拢变善食人，你一块啊，用1元要安尼换4万啊，吼，哇，大家拢变善良人，你无法度啊。啊，佫刷了3500减租，哇！即地方的即个领导者，地方的精英，即大地主，哇！即土地拢无去啊！哦，咱知影台中雾峰有一个林献堂先生，吼、哦，嚯、哦，伊土地偌济呢？听讲安尼，鸟也飞袂过呢，吼、哦，看偌大个，哈、哦！结果蒋介石来咧，3500减租，哎，你的地会使留三角，啊，剩的拢充公，所以嘛是变善良人啊。所以林献堂先生一战后呢，怀气一个呢，转去日本，无爱转来吼，转到了日本呢，啊，尾啊呢，在日本过身了呢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就利用这波诶。我就将你的土地给你分配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的财产没收，啊，日本人的财产，你看日本人的这工业、会社，看偌济财产哦，啊，这财产所谓充公啦，其实拢充在国民党的党库内底啦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啊变作全世界上有钱的党呢，啊，钱从哪来？就是抢人的啦，哦，不是遐搞啦，拢抢人的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伫这个1949年了后呢，啊，国民党就流亡啊，啊，走来台湾啦哈，一直甲咱统治，啊，甲咱教遮有无的哈、哦，啊，咱台湾人呢，煞变成做中国人呀，哈、哦，伊拢中国化去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即马看到咱这。少年的一代吼，伊、哦、对台湾人的过去拢无了解吼，敢、哦、若知影中国吼、哦，啊会晓中国话，袂晓台湾话，袂晓客话，袂晓高山族的话吼，拢袂晓啊吼，敢若知影一个话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因这中国人到到旧年吼、哦，两年前啦。啊，是三年前，伫2010年吼、哦，有这个 ECFA， 就是讲吼、
一个国民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签一个一块，签一个和平协议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若签和平协议落去，你就是无要阁流亡啊，因为你都要虾米共和啊，吼。啊，所以你无要流亡啊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呢，伊流亡的性质嘛消失啦，吼。伊唔是流亡政府啊，吼，因为一块签落啊，吼。啊，咱也真清楚吼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，佮来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一个国家无可能有两个中央政府啊！啊，你要安那治理这个国家，吼、哦？啊，所以伫这个1945年迄个时阵，吼、哦，一个公开疫情诶，吼、哦，这个中华民国。演到这个清朝的时阵，哈，啊，咱历史拢讲什么孙中山革命啦，哈，在1912年，哈，成立中华民国，哈，所以1912年中华民国一年，啊，所以公元甲中华民国差11年，哈，啊，所以咱头壳来呢，来会记讲是公元，哈，啊，卖用民国。因为民国啊，无人知影民国是虾米外国嘛吼、哦。你出国了，你讲民国，哇，100年，人杀无咧吼，虾米100年吼、哦。所以咱就是爱算公元吼、哦。啊，所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啊，无这个伊的中央政府就是伫南京吼、哦。啊，尾仔呢，共产党起来叛乱呢，共产党嘛成立一个政府呢。但是伊是叫做叛乱政府，啊，这个中央政府是国民党这个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政府这个物件会变，吼、哦。1949年，共产党打赢国民党的时阵，共产党成立人民共和国啊，啊，伊中央政府刷去北京啊，啊，所以。国民党这个政府变成啥？啊，变成流亡个叛乱啊！因为一个国家干一个中央政府啊，所以就叛乱政府。哦，啊，叛乱政府再来台北，啊，即马即个再来台北，即个叛乱政府含中国即个中央政府签一个一块，就是和平协议，就是讲啊，无要叛乱啊，我要共和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无要个流亡啊，哈、哦。就是这个意思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真清楚，吼。国民党的本质，吼，咱在1979年，这个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，啊，含中华民国伫台北的中华民国呢。断交在1979年，啊，所以美国在1979年呢，伊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叫做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（台湾关系法）哈、哦。啊，《台湾关系法》内底呢，就讲，但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呢，伊无要称呼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，将中华民国该叫做台湾地理当局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哈、哦，伊是一个地理当局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一直甲咱变讲伊是一个国家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每四年都选总统，哈、哦，其实唔是，哈、哦，伊是一个地理当局，伊选的是一个局长，哈、哦。地理当局的局长，伊毋是总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字真清楚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这个物件，目前流亡也无啊，吼、哦，变成做一群地理当局的一群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伊是一群1949年逃亡来台湾的难民的后代，吼、哦。啊！咧治理咱台湾，
啊，所以咱就真了解哈、哦，中华民国唔是哈，唔、哦、是一个国家啊。美国一再啊敢讲啊，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哈、哦，啊，台湾嘛也唔是哈、哦，一个国家哈、哦。啊，咱知影台湾的这个处境啊，啊个台湾的命运啊，诶，含这个。葡萄牙和丘巴有足济历史的所在哈，啊，台湾伫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哈，即、这个西班牙哈占领即个淡水迄边哈，啊，所以淡水遐有阿摩城哈，西班牙人占领哈，啊，伫南部安平这方面，荷兰人哈占领台湾。啊！早期因为这个航海吼、哦、发达，啊，这个、欧洲的国家吼、哦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，哦，伊的海运吼、哦、真发达，啊，所以四国拢占领这个土地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就是被因家人占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葡萄牙、丘巴、小港，嘛是伫十七世纪吼、哦、十六世纪，因讲是讲哥伦巴去发现葡萄牙，啊，其实唔是啊，葡萄牙老早就有迄个当地原住民住伫遐吼，唔是因发现的。但是迄个年代呢，有军力吼，有武力的人，你会当占领一个所在吼，啊，所以葡萄牙、丘巴，包括菲律宾，包括关岛吼。拢西班牙人占领，啊，所以就甲因变成做殖民地吼，啊，所以葡萄牙、古巴甲台湾相共吼，伫迄个年代啊，变成做这个欧洲即列强的这个殖民地啦吼，啊，台湾是1895年因为日清战争，啊，所以台湾被割让予日本吼。啊，葡萄牙国甲古巴呢，嘛是真诶真接近诶。伫伊伫1898年，诶，即个美西叫做美西哈、哦，美国甲西班牙战争哈、哦，差三年哦，哈、哦，咱是台湾是1895哈、哦，啊，葡萄牙国哈，伊、哦、是1898年，哈、哦，即、这个战争。啊，这个战争的时候，美国呢，因为葡萄牙甲古巴呢，真接近美国的领土吼、哦，啊，美国真早就想讲要摕这个古巴吼、哦，啊，美国投资伫古巴，伫迄个年代吼、哦，已经有5000万的美金吼、哦，投资伫古巴吼、哦，伫古巴的糖业，伫古巴的薰草吼。哦古巴的矿业哈，啊，所以美国未放弃古巴，啊，所以伫这个美西战争哈，西班牙甲美国的战争落去，伫这个以前啊，古巴有一个叫做古巴独立运动，哈，伫1895年拍到1898年，哈，三年的这个独立运动，哈。想要引导这个西班牙哈的殖民，但是无成功啦哈。但是这个战争呢，无简单哦，打到他平手啊哈。啊，过1898年，哇，这个美国向西班牙宣战，啊，西班牙个哇，安尼无法度啊，含这个。丘巴的当地人都拍个平手啊！即个美国佮插一脚来吼，绝对是输啊！啊，所以伫1898年，西班牙就投降啊！啊，投降变哪呢？就是美国佮这西班牙有签一个和平条约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和平条约伫巴黎签的，叫做巴黎合约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合约内底呢？写得真清楚，就是讲吼，西班牙将葡萄牙、菲律宾啊个关岛吼，关岛吼，割让予美国，
这和马关条相共吼，啊，台湾平和管的和日本，啊，但是呢，条约内底伊讲古巴呢，伊无讲管的和美国，吼，伊是讲西班牙迄个放弃迄个古巴，啊，但是放弃了后呢，又写讲吼，西班牙呐。在古巴撤退的时阵，美国开始占领古巴，哈、哦。啊，咱这个旧金山合约啊，有写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这个啊一切管理，哈、哦。啊，无讲放弃有啥，含古巴足相共的，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古巴有指定讲啥物人占领，哈、哦。在台湾的旧金山合约。伊无讲这个吼，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，旧金山合约打日本放弃了，到底台湾是安怎吼？即马还阁无啥啥呢吼？但是古巴毋是条讲啊真清楚，所以美国开始占领古巴吼，啊，占领经过差不多哇嘛真久呢，要到二十年吼。伫一九哇就放遮大，伫一九一二年吼。美国就和这个古巴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哈、哦、啊，波多黎各呢，啊，佫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哈、哦，伊挂呢和美国变成做美国的一个自治区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美国自治区古巴的人呢，伊袂当选家己的总统，这个总统拢是。美国总统指派哈、哦、一个总统来管理波多黎各，啊，一直到这个1917年啊，美国的国会允准波多黎各的人变成做这个啊美国的公民哈，伊、哦、公民唔是国民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伊袂当投票选举美国总统。袂当投票选举美国的参议员、众议员啦、啊，啊，所以一直到呢1947年，美国的国会佮允准波多黎各的人会当选家己的总统，吼、哦，等下佮开始安尼吼，啊，咱知影去年这个美国总统啊，奥巴马吼，奥、哦、巴马这个总统吼。哦以这个竞选人员哈，古巴就是 Q 啊，古巴一个国家，古巴，哎，古巴是中国的，古巴是台湾的哈，哎，对对对，对面这个古巴 Q 啊就对了，哎。诶、欸，啊，就讲个地都未记，伫卡里边迄个所在啦，诶、欸，啊，互你讲者古巴，哦，古巴嘛去哦，古巴嘛对，古巴竞选连任吼，啊，当时呢，和波多黎各啊一个公民投票，叫做 referendum， 吼、哦。啊，公民投票变哪呢？讲安怎呢？讲你古巴人来决定，是毋是爱维持现状？什么叫做维持现状？就是波多黎各依然是美国的一个海外自治区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维持现状，吼、哦。结果呢，有53%的波多黎各的人，伊讲伊不爱维持现状。哦，诶，啊，无爱维持现状，佮刷来这地方，啊，你无爱维持现状的时阵，啊，你希望爱安怎呢？吼、哦，结果呢，有63%的波多黎各的人啊，希望波多黎各变成做美国的一州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情形，这个国民投票、啊。干那是做一个参考尔，吼、哦，伊袂当唔是一个法律吼、哦，所以这个
国民投票呢，和美国国会哦一个参考哈、哦。美波多黎各要变作美国的一州，嘛要经过美国国会的这个同意哈，才当变作一州安尼哈。所以这是这个波多黎各的情形，和台湾呢真相共啦哈，真相共。啊，所以台湾到目前呢，咱知影这个林志升先生等吼有200多个人吼、哦，去告这个美国政府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2006年的代志吼。哎、哦，这台湾人一群台湾人告一个美国的政府呢，哎。美国是全世界常用的国家呢，哈！啊，你敢来告呢？吼、哦，哎，啊，搁告诉搁会成立，哦，这嘛真奇怪，哈、哦！啊，你告一个政府，吼、哦，你若无相当的把握，你敢敢去告，吼、哦？你要去美国告，你嘛要请美国的律师啊，哈、哦！啊，美国律师，哎，伊摕美金呢，哈、哦！伊无要来摕代票吼，啊，所以嘛无上呢吼，吼、哦、啊你过，啊结果过呢，是根据啥？主要是根据旧金山合约。所以台湾问题呢，主要要讨台湾问题呢，嘛是要根据旧金山合约，因为旧金山合约伫1952年签署吼，有48个。国家，这就是盟军哈，48个国家甲日本签一个和平条约。啊，和平条约就是讲，日本将台湾偏和，会将伊个所有的一切管理哈放弃，敢那讲放弃哈 ，renounce 哈，放弃尔，啊，无讲要送啊哈。但是条约内底啊，佫讲。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 ，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因为美国是太平洋战争，伊是主要出兵，吼、哦，啊个攻击日本的一个国家，干那美国呢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美国变成做对台湾来讲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吼、哦，啊，主要占领权国，伊都有义务。来保护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！伊这论述就是根据安尼，吼、哦！因为旧金山合约大家拢知影，这是国际条约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根据安尼去告，啊，保护台湾人，你要来保护，就是讲你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即伫本土台湾人呢，应该接受美国宪法。诶，这个保障，吼、哦，咱应该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基本的，吼、哦，这个享受美国法律，吼、哦，宪法的这个基本保障，啊，这个基本的这个权利呢，包括啊，旅行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美国爱发这个旅行证件，吼、哦、，travel document 给台湾人安尼，吼、哦，经过安尼告美国。啊，所以经过3年的时间呐、啊，最后呢，这个最高法院哈，这个将这个法庭内底的这个辩论呐、啊、哈啊，有一个公布哈，啊，这个辩论真精彩哈，啊，将这个台湾的地位哈讲啊真清楚安尼哈，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啊，这个。最高法院就是迄、那个有一个判决文啦、啊、哈，啊，这个判决文讲安怎呢？判决文就是讲有几点啦、啊、哈，伊是讲台湾呢60几年来哈，啊，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哈，啊，台湾60几年来无有一个一致承认的政府，哈、啊。啊，台湾60几年来的这个国际地位啊，拢无确定，吼、哦，所以法院的这个判决文，甲咱讲啊真清楚吼、哦，啊，咱无一个一致承认的政府啊，
吼、哦、啊，咱无一个啊明确的这个国际地位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一直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官司呢，会使讲呢，并无怕输啦，哈、哦，至少嘛怕平手，吼、哦，都知影咱的立场，知影咱的处境，哈、哦，啊，咱知影台湾问题。要讨这个问题，就是一定要美国的国会啊，美国国会然后通过案哈、哦，解决台湾的这个案啊，美国总统呢一定要执行哈、哦，啊，到目前拢无哈啊，真侪台湾人讲诶、欸，啊，美国那安尼哈，拢用一寡模糊政策安尼，互你继续安尼直直落去哈。哦啊，这模糊政策确实哈、哦、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啦哈、哦。咱在国际的这个关系，国家拢是考虑伊本身的利益为先呐、啊，哈、哦。啊，你模糊政策就是讲，你目前的所谓中华民国啊，啊，你当年来个美国买武器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武器，唔是讲几亿都几亿呢，我算掉的呢吼，相当济钱啦吼。啊，所以这利用美国嘛不爱放弃啊。美国呐承认，伊是主要战略强国，对台湾有义务的时阵呐，伊就是爱保护台湾的安全，爱保护本土的台湾人，吼。啊，咱就无需要这侪钱去买武器。哦啊，来保护台湾，啊，咱就唔免去做兵，像普多里国安尼吼，普多里国的人啊，唔免做兵，也唔免纳税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目前吼，啊去做中华民国的兵，啊纳税，中华民国安尼吼，所以有这个问题啦，啊，所以这个歌手呢，啊无输啦吼、哦，这歌手至少拍平手。拍平手啊！即卖就是讲，咱民政府啊，还是台湾政府啊，咱的人还阁上少啦吼、哦。你讲五六千人，甚至一两万人，还阁无够啊，吼、哦，至少啦吼、哦，至少你嘛要有10%的这个啊人口的10%，吼、哦，卖讲几百万人啦吼、哦，你若有五六十万人，甲请起来吼。哦啊，了解这论述，了解咱的管理，啊，出声，美国国会一定会欢迎，美国一定会欢迎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卖就是讲，咱在座安尼，真努力拍拼呢，啊，就是，互咱较侪人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各位，那回去呢，啊，唔好点点，吼、哦。等于了，你就爱家你的时代、家你的时势、家你的新妇后生哈，讲这个代志哈，啊，互大家去了解哈，较侪人了解这个台湾问题呢，较有法度来解决了呢哈。啊，我留几分钟的时间哈，啊，各位等台湾各地来到这哈，我想是。头壳内、哦，目肚内真侪问题啦吼、哦，啊，大家真无简单吼、哦，伫这个所在啊，坐几若工吼，啊，有诶可能离开校足久啊吼，毋捌坐教室坐遮久诶吼，啊，第一摆吼，搁倒来坐到教室吼，啊，听人上课安尼吼，所以头壳内一定真侪问题吼、哦，啊，我想讲留一点仔时间。我大家来交换啊，一个意见啊，看有啥物问题哈啊，要来交换无安尼，安尼好唔好？我来，上后边咧，冰冻来，冰冻。
啊，咱那个郑教授吼，伊也讲啊，真清楚，真精彩啦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吼，咱即马会寄望，就是讲，那伫美国内底人已经伫法院内底承认讲，伫法律上，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国，台湾是美国主要的占领国。啊，即马就是美国的政府目前就是讲，悬而不治的，对我。我承认安尼，但是我无要例行安尼啊。好，咱即马目前，咱即马大家加监督，美国你爱例行这个，你的义务就对话吼，甲伊的权利安尼啊。咱是爱要求美国安尼啊，但是美国，伊即马第一点，伊要，那如果伊要来例行伊的权利甲义务的时阵，是毋是伫即马国际政策内底呢？伊势必一定会甲中国产生。这利益冲突的嘛吼，啊！美国伊敢有抱迄个决心要来付出这个，和这代价？当然是台湾是伫西派边缘内底，你是上重要。美国的一个战略地位，个介重要的战略地位。啊！伫这中间这个矛盾、利益的矛盾冲突内底，伊有得到是你的判断。有啊，咱即马目前要要求的这个目的会当达成无？谢谢。感谢哈。啊，这个屏东来谈事哈，我第摆直接见面，伊讲哇，二十几年前了，看到我伫屏东啊哈。迄阵我都等海外转来哈，我台湾四国去走安尼哈，啊都有拄着安尼哈，伊个个认真哈，哇真好哈。美国的这个林志升先生过这个美国政府的时候，哈，国务院的这个辩护律师哈，并不承认讲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伊无承认。伊讲是毋是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伊毋知影哈。伊讲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，哈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呢。这个美国法院的判官，伊判决书嘛写讲，什么人对台湾，还是什么国家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，这个问题啊，是政治问题，唔是司法问题。啊，所以因为伊政治问题超过法院的这个范围，吼，啊，伊将这个案件呢。该搁置安尼吼，就是安尼讲啦吼。啊，所以虽然是安尼讲呢，这个判官一再强调讲，旧金山合约是毋是还搁有效？吼，啊，这个法官就讲，旧金山合约依然还搁有效吼。啊，你美国一定要遵守啦吼。啊，主要占领权国，这个。美国国务院无承认，哈、哦，无承认。啊，免啦，互伊承认，哈、哦。啊，拄拄啊，这位陈先生讲，哈、哦。啊，台湾好加在咱的这个伫太平洋的地理位置，哈、哦，非常重要。假使台湾哦，中国退去啊，整个太平洋的这个美国的防御，哈、哦。都差不多破功啊！哈，伊会当进出中国，会当进出太平洋，哦，经过台湾进出太平洋，都美国都无多，哦，无多防堵啊呢。啊，所以美国照我了解啊，伊无可能放弃台湾，哈、哦，啊，将台湾啊归乎中国啦，哈、哦，无啥可能。啊，但是无啥可能，伊就是有模糊政策，哈、哦。啊！直直甲你拖，啊拖啊！啊！你有一天你台湾人，吼、哦，五六十万人、一百万人站出来的时阵，啊，美国就应该有行动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拢了解，埃及的这个独裁者，嘛是因为吼、哦，埃及人差不多五十万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出来伫街头。
伫埃及的首都内底吼，我伫遐示威几礼拜吼，到尾独裁者嘛落台啊。就是讲台湾人，你要站出来吼，愈济这个声音愈大吼，啊美国就会行动。啊，若无对美国来讲呢，伊嘛是吼。会当拖老久就拖老久啊，用模糊政策继续拖落安尼吼，啊，但是继续拖咧，啊，对咱台湾人绝对无好处吼、啊，对咱台湾人目前的国籍，咱无国籍嘛，一定拢无国籍啊吼，啊，变作这个问题无法度解决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爱愈济人站出来，咱才有法度解决台湾问题安尼吼。啊啊，哥，剩差不多两分钟安尼吼，好来，这位小姐，哦，王姐，请讲，请讲。我很感谢我的带我来的人，我很感谢带我来的人哈、哦，他是那个周建南先生，哈、哦，我在台南开一家那个素食店，本来我是一个政治的外行人。哦，但是因为马英九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之后，让我因为我真的是不懂这个政治，也不管这个政治，但是因为他两届当了这个，为什么他能这么顺利的完成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？就是一群无知的妇女，哈、哦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第一届的时候，很多女人妇人都对了抱着他，哈、哦。我看了很恶心，因为你自己的老公你都没有这么亲切的去抱他，你竟然抱了一个这个一个人，让他顺利的当了中华民国的那个总统，但是他已经当了第二届，哈、哦，让我是开餐饮界的素食的餐饮界，就知道说，真的那个素食东西，那个涨的实在太离谱了，让我们都没有利润可以赚。但台湾就是说，那个东西一直涨，水电一直涨，但是薪水都没有涨，所以我是一个慈悲的人，因为我是开素食店的，我又不能当跟客人涨价，因为涨了他们都已经没饭吃了，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把那个涨的那个我都自己吸收，变成我自己只有饭可以吃饭而已，但是我本身的保险啊，那个健保啊，哦。贷款钱我通通没有办法缴，但是这些痛只有我自己能知道而已，所以我今天也是认识了那个周建南先生，他来我的店吃饭，他只是讲了一些话，我就坐下来跟他那个，我很感谢他今天来到我的店，我在台南开啊，能来这个我马上就跟着他，好，马上店停了三天跟着他，本来我是要十天后我才要休息的，因为过年真的很好做，哦，但是因为为了台湾这一群人，哦，我希望说我是一个小小的人物，能为我们台湾人花一点声音，哦，而且来认识你们这么多的人，哦，是很值得的，不要说我们台湾民政府能给我们什么，哦，说什么房子啊干嘛，那些通通不要想，就是说我是台湾人，我要为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做一点事情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台湾民政府出现的话，我们这小小的人物根本没有办法为台湾的任何一个人做一些事情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感谢感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有影啦，咱是争取做一个台湾人的尊严啦吼。啊，对于中华民国呢，中华民国若存在至今呢，台湾。还是台湾人无可能出头天吼，因为伊甲你地理顶关吼，你无可能翻身啦吼。啊，要安那翻身呢？咱就是第一，袂使承认中华民国吼。中华民国是一个无合法占领台湾的一群人吼，咱无应该来承认。伊毋是虾米总统吼，伊是只不过是一个局长吼。伊毋是虾米物件吼，咱无要承认伊，第二，咱无要含伊合作。中华民国一切政策，咱拒绝合作，就是无合作主义吼。若安尼落去，
人坐了一个的中华民国嘛是会倒呢，唔是袂倒哈。主要是咱人太少哈，啊，所以大家读过来会记，无要个声音，伊是合法的。第二，无要虾米合作，安尼伊就差不多啊哈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啊，咱今仔个课直接来结束哈。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下个礼拜，今日休息十分钟。